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梨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嗱，我哋跟进下琴日提过呢个谭海邦利底郎总获惩教处，不获惩教处安排睇医生嘅事件先。嗱，今日咧，谭海邦个太太咧就出嚟澄清，佢话谭海邦即系老公啦，利底出现嗰个郎总期间咧，即系个总郎期间，惩教处系有安排谭海邦睇专科医生嘅，绝对冇得唔到适当治疗，而且佢话谭海邦只脚每次开始发炎咧，都即刻咧会安排谭海邦咧入医院治疗噶，佢话咧。對於譚海邦個脷底出現呢個囊腫咧，雖然情況略有改善但被安排進行手術。譚海邦個老婆 Eva 就強調佢有睇專科醫生嘅咁譚嘅脷底腫囊係因為唾液腺阻塞造成，唔係一定要做手術，同埋咧一定會引起病變嘅即係講其實係冇做手術嘅。不過佢話，脷底的腫瘤已經消失了兩年多，現在完全康復。如果現在完全康復，為什麼他昨天那個戰友我忘記叫什麼名字呢，就會說譚海邦現在這樣的情況康復了好了。 Eva 就說只要老公的腳皮膚爛是因為受到金黃葡萄菌感染，夏天天氣炎熱，赤柱近海很潮濕，他說每次開始發炎的時候就會安排譚海邦進入醫院治療嘅，佢話赤柱監獄內醫院咧係有冷氣嘅，咁就會舒服好多。好啦，咁但係譚海邦嘅律師點解會喺八月底喺庭上邊講佢個脷嘅腫瘤同埋皮膚嘅問題咧？咁但係佢老婆咁講，我哋只能夠聽佢老婆講啦，又或者大家都明白佢老婆點解會咁講啦。好啦，咁另外咧，我真係唔想講。但我睇翻咧個報道咧，即係時間真係太快。今日係10月24日，尋日10月23日，原來尋日咧就已經係陳同佳咧出獄5年。即係話佢係喺2019年嘅10月23日出獄嘅。咁佢因為佢應該受咗年齡嘅啫。即係我哋養咗好多年咧。應該咧喺2018年入獄嘅。件事嘅事情我唔記得係2016定2017年喺台灣度發生，咁到而家咧，佢根據佢嗰、那個我唔知係咩身份啦，經理人啊、代言人啊，阿管浩明話咧，佢仍然好想去台灣，甚至乎佢打個電話去台灣，佢話，陳同佳，台灣啲人話你唔使打嚟啦，都係咁噶啦，等兩岸關係好啲嘅時候先再講啦，話咁撚有自殺心，即係自首心嗱，即係老實講。呢件事我就唔好再講，有冇辦法？因為而家去到一個情況咧，係太過政治化，特別係而家即係台灣嗰邊又即係賴清德個政府咁樣嘅局面啊。但係我到而家都唔明咯，我係陳同佳，你香港政府憑乜嘢養佢咧？咪就係嚇咁樣使啲錢嘅咩？你覺得有人想殺咗佢咩？即時危險咩？佢有？喂，我而家戥佢好撚可憐喎，雖然佢就唔值得可憐噶，咁梁振英咁嘅款。喂，喺個深山度五年，而咁最撚神奇嘅又冇人見過佢喎。喂，香港即係有乜撚嘢深山咁撚犀利咧？屌結界入邊嗱，佢喺。定係佢已經死咗啦？我真係唔知喎。喂，冇人見過，覺得好撚神奇喎，因為佢好撚易認啊嘛。你認到個樣，你認得粒墨粒墨噶嘛？係咯。係嘛？屌你邊度個深山住咁撚犀利咧？五年喎。你咪香港人咁樣養佢喎。好啦，嗱，跟住咧要講下電影先。嗱，首先咧，今年咧就唔係好少啊，好少戲啊，即係比舊年佢仲少咗。但係平均都好似幾好喎，即係我談到哪一場戀愛啊，冇剃度啊，即係近年近排啲嘅啦。再年頭嘅，譬如你話係唔係年頭啊！我早幾個月都成九龍城寨啊，即係 OK 喎，似乎。咁當然啦，你話嗰個影響力、嗰個爆炸力就真係同當年嘅
即係成個社會唔同咗，成個氛圍唔同，成個我哋嘅市場都唔同咗。你如果講五六七八九十年代，即係五六十年代就可能係狹窄啲啦，東南亞咁係嘛，即係嗰啲即係國語片啦，有啲語片啦。但係到七八九十年代就因為橫掃啦，即係喺華人社會，而家冇啲歌仔唱啦。咁但係咧，即係原因有好多樣嘅。其實你唔好講撇開咗個即係嗰個經濟效益嘅投資大、利益少之外，你本身香港電影係嘛？即係嗰個即係撇開咗嗰樣，嗰個技術上面應該係可以進步嘅，但係你真係要所謂嘅進步係有個即有工業喺度，我真係覺得我都覺得係咁嘅嚇。嗱，你好似而家你話埋班九號城寨都拍得好好啊，都假嗰啲，跟住原來大部分舞師都唔係香港人嚟嘅咯喎。大部分舞師我講，咁點解唔係香港人都冇人入行？唔通你仲叫個家樂仔去啊？五十幾歲，咁點解冇人入行啊？佢都揾唔到食嘅大佬。點解唔到食啊？因為你啲製作公司搬曬上大陸啊嘛，玩去咗馬拉啊嘛，有啲甚至乎而家開始啊。咁呢樣好難搞嘅，但你要喺香港去搞咧。你諗下成本咁貴喎，咁我哋擺落電影度，你睇埋其他行業都係咁嘅。喂，出邊譬如我唔知啊，譬如我去馬來西亞，譬如我請個燈光，可能係$500工，即係可能係啊，可能唔使添啊，馬幣即係700-800港紙。喂，香港我唔知啊，可能2000-3000，咁你就已經難搞啦。即係同建築工人各行各業都一樣啊，即係製作上面。譬如你話我想整個片場咁樣。咁唔使講啦，啲地價咁即係再唔好講嗰啲即係政治上面嘅事情啦。嗱，先講政治上先啦。嗱，今日見到獨立電影團體影意志啊，其實咪今日早兩日咧，喺 Facebook 度宣布咧，舊年董事局一致通過喺香港解散咗佢啦。咁而家咧，影意志咧就由佢哋嘅前藝術總監咧阿崔允信咧就獨自營運。就同即係之前嘅董即係董事局個即係之前影意志冇關係噶啦，咁而阿崔允信咧就其實就移居咗去台灣，咁佢咧就話移居去台灣兩句就係希望喺一個地理上面較接近香港嘅地方繼續經營獨立電影，並將以影意志嘅名字重新開始，短期內會公布俾香港人參加嘅獨立短片比賽。嗱，真係有心人啦、啊！但係有時我諗，如果香港人拍完條獨立短片，就算擺喺台灣度參加，嗰條獨立短片係講乜嘢嘅題材，會唔會觸碰到一啲危機咧？咁佢仲喺香港嘅喎、啊。好啦，如果啲題材唔觸碰嘅，冇嘢嘅，咁又何必要搞到走去台灣咧？嗱，呢啲係好難搞嘅嘢嚟嘅。啊，咁啊，睇下佢點搞咧。啊，佢話影意志咧，而家影意志同原來影意志冇關係啊。咁影意志發行過啲乜嘢片啊？佢發行過《地厚天高》，佢發行過《李大圍城》，咁大家就知咩事啦。2021年開始，藝發局咧就終止佢第三年嘅年度資助，而佢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嘅工作室咧都唔被續約，即係馬會都插埋一腳。喂，咁你話喺咁嘅情況底下，嗱呢啲咧就絕對影意志呢啲絕對唔係主流電影啊！即係發行商啊、製片商絕對唔係嘅，啊係偏鋒嘅。但係一個圓滿嘅工業啊，佢就一定要係樣樣嘢，你又叫工業啊嘛，都有你先能夠 support 到啊嘛，即係支撐到啊嘛。喂，我哋一樣可以有啲小眾嘅電影、藝術嘅電影啊，大眾化啲嘅、娛樂性強啲嘅，咁先得噶嘛。咁當然啦，老實講，你而家睇翻下，譬如我哋睇韓劇、韓國電影，哇！金秀賢喎，哇！金智媛喎，哇！IU喎，哇！喺即係教祖時代咩 Wonder Girl 啊、少女時代啊、大長今啊，你有陣時政府資助咗幾多落去，你好難去計條實數，我哋可以翻到幾多錢或者賺咗幾多錢？但係嗰種軟實力啊，嗰種軟文化影響世界啊，你淨係得個黑白大柱，即係我哋再回心睇，再回心。嗱，而家佢搞到屌你個個有，連香港都 book 到爆撚曬啦，啊！即係Mosu 要 book 到12月幾，我 friend book 到我都未 book。
咁你再講話去，唔好講去韓國，而家全世界包括歐美啲人去韓國 book 到爆撚曬啦，順便去韓國旅行啦。嗯。嗱，呢啲咪軟實力咯。咁你如果香港電影，我哋能夠兩個拍到，即係問心嗰句，嗱，我真係唔想踩人，但係咧，當我見到阿白總員啊，因為即係嗰個其中一個評審啊，嚟到香港食嘢食得咁香嘅時候，即係咁好，即係當然佢係可能係做戲啦。但我真心覺得佢係覺得好好食嘅，我覺得佢，屌你老母，佢嗰啲食嗰啲嘢已經係好撚普通嘅，對我哋嚟講，甚至乎喂麻麻地喎，你維記豬潤麵，咁我一諗下我哋喺韓國嗰個經驗，佢有幾多好食，即係，咁呢個軟實力幾緊要？你話如果我哋繼續拍，即係譬如喂以前80年代。真的很多人因為我看完英雄本色周潤發張國榮來香港看張國榮演唱會來沒看哥哥演唱會來是吧哇這裡就是阿 Mark 哥譬如土瓜灣美華工業中心屌你老 Mark 哥屌你老被人打的士兼記車房即是有那樣東西、這些就是軟實力咯屌你現在沒撚曬好了但是呢說什麼都好都是要爭氣的這一件事呢真的非常不爭氣香港電影的製作公司非常不爭氣嗱說什麼呢其實呢不未得人家同意底下偷拍嗱首先這麼說你是要與時並重這個世界上拍戲不是大曬的你張婉婷已經賴了一鑊嘢就是拍戲不是大曬於是乎令到阿玲玲好唔開心。嗱，你唔好理佢係反口覆舌又好，乜都好，唔需要理嗰啲。咁啊，你的而且確你唔係大曬噶嘛，你係令到人哋唔開心，你冇解決件事，夾硬上套戲出嚟，結果咪搞到嗰套咩吸十個九歲的自己啊，即我定乜嘢，咪要下架咯。大家睇唔到套咁好，其實拍得好好喎嘅電影。咁而家我哋睇冇睇到，或者我哋講翻我哋夠老啦，講翻以前啲人。拍戲在公眾地方竟然不申請現在就叫做美談、即是笑談、這樣都可以你香港人這樣都可以、為什麼呢譬如要拍個警匪片你申請的他一定不批於是乎不申請咯在你那裡走來走去咯我拍什麼拍著愛業繼歡槍戰屌你老母是於是乎呢可能真的會有真差人來到是很危險的事實上這是現實上出現過的現在因為沒有死人講翻出嚟就係美事，就係屌你老母當日就咁樣博出嚟嗱，所以冇睇到咧。其實咧，佢係咁樣拍咗出嚟喎，佢都冇話邊樣係啱與唔啱嘅。但係即係我哋佢係褒揚嗰種投入啫，表揚嗰種。但係你問我，你當然你要與時並進咯。嗱，你頭先嗰啲叫公家地方，叫我唔係話同意你咁做。叫做公家地方，我有時候想，如果我喺70、80年代，以我嘅性格，我要拍咁樣嘅，我夠唔？我會唔會好似麥當雄咁咧？我係會嘅。咁但係我亦都知道有啲人唔會，我亦都唔使講名嘅。有啲人，大部分人有啲唔會嘅，即係循規蹈矩啲嘢。我係一定嗰種嗱，大家 stand by 曬，屌你老母冇啊嘛，冇差人咯。喂，你明唔明白啊？一、二、三 ，action， 即刻拍，即係部署定曬。好啦，屌你老母，啲差人嚟到嘅時候咧，要揾人擋咯，即係揾。啲長記啊，即係以我啲性格會咁，但係呢個啱唔啱咧？喂，你話你唔俾人拉嘅喎，會唔會嚇親人啊？譬如啲路人、啲婆婆俾人嚇親跌低啊咁樣點啊？大鑊啊！係嘛？即係其實你真係有好多嘢考量嘅。嗱，嗰啲係公家，但係有啲嘢咧涉及私人嘅，尤其是佢唔係咧嗰啲一啲你唔能夠付出嘅代價大到。因為剛才我講拍咗啲真係冇辦法，佢一定唔批噶嘛，問心嗰句 ，OK？ 於是乎你為咗拍，我明白啊，追求藝術啊嘛，係嘛？但係好似而家呢一單 case 未去到咁樣嘅喎，係可以解決到嘅喎。嗱，無論啲製作條件係幾差都好，有啲嘢真係唔能夠咁做嘅喎。你香港電影製作，即係如果繼續咁樣，喂係咁啦，你真係大撚曬。即係你唔係即係老鳳、啊。你唔係大撚曬噶嘛？係嘛？屌你老母！你真係講惡啊？唔係喂，我而家喂我咩？因為嗱，話説係乜嘢咧？阿天佑嘅老婆 Olive Wong 啊 ，OK？ 阿天佑上我哋節目啦 ，OK？ 喺唔喺香港㗎？其實而家成日有時先唔係咁啦 ，OK？ 喺中環九如坊開設間護膚品牌概念店，叫 I Never Use Foundation（INUF），OK？
昨日竟然被電影公司硬闖，於是乎咧，呢間INUF Ineva Youth Foundation 公司咧就喺佢個專業度發 post 直斥佢個行為同強姦其實冇分別。嗱，佢唯一就係做到咁，我唔知道跟住有咩跟進，電影公司有冇道歉？製作組暫時我哋去到依家。駁嘴添啊，仲要。仲要駁嘴。係啊。博咩罪啊？博即係嗰個即係老闆個親戚啊，即係其實講下天友啊，都有同我哋工作人員傾偈啊。係 ，OK。老闆個親戚即係天友同你工作人員傾偈係一件事，就唔代表你呢件事係啱。又或者甚至乎可以去到老闆個親戚，你講啊，用老闆個親戚係同意，因為佢係呢行。都唔代表佢間公司要俾咁樣噶嘛？就算你同意，都唔係個老闆同意啊！嚇，人哋屌你乜個老公啫嘛？係話你交租啊嘛？好啦，屌你駁嘴，咩公司嚟噶？喂，呢啲執撚咗佢啦！喂，真係執撚咗佢啦！真係影衰成個圈啊！喂，因為點解咧？呢一單嘢唔同你擺街嗰啲，嗱嗰個我都認為好有爭議性噶，即係拍街咁樣開槍，但係嗰啲因為你真係攞唔到嗰啲景啊嘛。喂，你呢個真係～真係咩？嗱，我哋睇第一組相先，我哋睇下呢間 Ineva Youth Foundation。嗱，喺中環。OK， Ineva Youth Foundation Breakfast Club 咁樣。嗱，你淨係睇個店面，佢係好嗰啲歐化啦，好中環啦，好 SOHO 啦，好小資產階級啦。於是乎呢套賀歲片咧，佢需要用呢個景，明白嘅，明白嘅。好啦，嗱，我哋繼續喺呢停翻呢個景度先。好啦。INUF 話早前有電影公司聯絡佢哋個店，話想借用場地拍一套賀歲片，公司回覆就要每個鐘嚟計租場費喎。OK， 有任何損失應該由電影公司負責。咁啊，獲回覆就話器材同埋工作人員唔會入嚟，淨係演員入嚟兜幾個圈，好快就出翻去啦。咁 INUF 就回覆話，咁一樣要收你場地嘅一小時嘅收費嘅喎。咁最後咧就冇共識。不了了之。嗱，我唔知道有冇獅子開大口。就算獅子開大口，既然人哋俾人傾過，人哋講咗入嚟兜個圈啫，演員。你就只能夠係俾錢或者傾價啦。一唔拍，或者唔拍。喂，嗱，睇嚟咧，原來佢哋需要乜嘢咧？喺出邊裝模機，影住演員。影住個鋪面，影住演員隔住個玻璃行，可能係一個 shot， 幾秒嘅啫，可能係咁樣嘅嘢嘅用嘅啫。OK， 好啦，點知到個下晝 ，INUF 嘅員工突然間發現電影公司人員喺店外準備拍攝，工作人員、演員都準備就緒。咁由於咧當其時有客人喺度做完 facial 休息緊，店員同佢哋講唔可以入嚟拍嘅喎。嗱，老實講，如果喺度街頭拍咧，喺出邊拍咧？你都拗佢撚食嘅，係啊 ，OK， 好啦，但因為之前傾過，咁店員可能 remind 嘅，唔可以入拍，唔可以入嚟拍嘅。點知説時遲那時快，突然間有工作人員放嗰部對講機喺店鋪入邊。嗱，我哋睇下係乜嘢第二張相。屌你老母嗱，呢個係入邊嚟㗎，擺喺部 walkie talkie 喺個門入邊喎。嗱，呢樣嘢已經唔得㗎啦，因為你已經入邊啊嘛。你街度我真係催你咬你唔食咧。好啦，好啦，跟住咧。嗰兩位演員即刻入嚟，無啦啦兜咗幾個圈，而個對講機咧就係勁大聲喎，仲要其實唔需要係咪大聲，就要細聲都唔得，就向演員發出指令。嗱，於是乎演員有講對白。嗱，因為點解咧？佢隔住塊玻璃拍到嘅，即係個 walkie talkie 咧就喺度。喂，嗱，開始做戲啊！嗱，我唔知係邊個做戲，我當個演員啊。據資料顯示咧，有蔡卓妍同張繼聰做嘅呢個賀歲喜劇。咁我當其實琴日拍過，未必係蔡卓妍、張繼聰，我而家咁講啦，即係可能就係蔡卓妍、張繼聰喺入邊。咁咧，喂，嗱 ，Action， 嗱，張繼聰，你而家你做戲啦，講嘅講嘢啦，因為你事後配音啦，或者咁我哋繼續啦。你點啊？喂，咁啊，手工嘅就喺邊度打邊爐啦，咁啊扮傾偈就去拍嘢。咁但係 walking talk 其實勁大聲。好啦，喂，大佬，我哋上面有兩位客人休息緊噶嘛？佢店入邊嘅同事都完全反應唔到，因為點解咧？佢用迅雷不及掩耳開入門擺低個 walkie talkie， 嗰兩個演員行入嚟嚇，咁佢打開門口做生意，冇人又行唔入嚟噶。好啦，之後咧，佢哋再次入嚟，仲再做多同一樣嘢，咁點解咧？可能因為一個 tick 唔得啦。OK， 好啦，有觀眾話：做乜你影我哋啊？嗱，搞到嗰啲同事好驚，即係啲。佢哋梗係即刻攞手機啦，唔使講啦，影啲酷，啲酷係空噶佢哋。好啦，整個過程10分鐘，好快嘅啫。但係認為行為無禮，
佢呢十分鐘其實同強姦冇分別。做乜影落做賊啊？又認為呢個唔係普通顧客打卡，係商業做圖，仲有商言商係個計數啊！我哋打門做生意嘅，每日俾緊租金、跟燈油火蠟、水電嘅，你請你臨尾都要俾翻利是啦。點解可以咁過分咧？咁冇禮貌咧？啊，邊套戲我唔知啦。壞賀歲喜劇，我亦都唔想講明係邊位演員，因為都唔關佢事。公司咧就係本地製作嘅公司，咁樣嘅製作團隊，難怪港產片每放越下咁講。好啦，大家自己去開啊，即係去查啦。喂，呢套嘢唔使講啦，唔撚睇咯。即係等住阿伍敏雄屌柒阿董偉，你搞到連我都俾人屌啦。係啊係啊，係嘛？啲演員佢都咩噶？屌係咪先？唔撚睇噶啦！啲人杯葛啦，搞到。因為嗱，點解咧？第一，真係冇得揀嚟嘅。喂，佢話個長租，你老公又係屌老闆個親戚，咪傾偈咯。喂，又唔代表一定有得傾噶喎，唔好傾，咪唔要呢場戲咯。我諗我估佢點樣諗咧？嗱，佢知道佢呢間嘢係阿天佑佢老婆。係啊。喂，大家都係行內人，你唔係收我錢啊嘛？即係意思啊。嗰種諗法咯。我問你，你就我嘅點知你話我要俾翻租，已經條戲唔撚鋸啦。屌，我咪夾硬嚟咯。係啊，跟住啊，喂，唔係要收我租嘛？真係。嗱，一陣我哋咩十零分鐘，十分鐘搞撚掂啦。喂，但係咧，我同大家講，嗱，我個節目好多電視人聽嘅，真係錯撚咗，要認巢，唔好出去駁嘴。嗯。如果唔係咧，一定屌你有冇呼籲唔撚睇，睇個林家產。其實你可以諗，根本就衰咗啦！一啲橋開始諗，會唔會開揾阿天佑客串下？係啦，你客串係咪順便係嘛？你封老母，佢又未必敢俾阿天佑喺呢套戲出現啦。梗係啦，因為屌你咩？喂，敏感啊！喂，老實講，如果係咁，我又上我上線，做乜撚嘢啊？屌你老母！你明知阿天佑屌你老母呢啲咁嘅人，係咪想反中亂港？屌你老母！你點解要益佢老婆啊？係啊！啊喂！我係咁想，喂唔好講啲認巢啦，唔好咬呢啲啦，真係做錯咗就道歉。喂，今時今日你唔係九十年前啊嘛，大佬，九十年前都唔應該啦。啊，喂，如果你喂咁撚串嘅，喂我一定啊，我實記得㗎，屌你老母，到時個人咪冇得睇咯。咁我影響力就好有限嘅啫。但係喂講真，屌你咁樣成日話叫人哋支持本地製作，你喺度爭氣啲啦。喂，你冇呢場戲，嗱，如果就咁睇，佢入去咁樣行個圈講到佢，其實老實講啊。屌你咁呢場戲，你走去，你要揸部喂講衰啲啊，揸部 iPhone 啊，因為而家有好多啲假餐，我唔知啦，好 steady 啊，即係你咁樣咧，屌你啦，我喺龍子行啊，影住啊，即係嗰兩個演員一樣啦，場戲，你要攤嗰種 mood， 攤埋個氣氛，攤埋個 decoration， 咪俾錢咯，係嘛？屌你老味，喂佢收得嚟幾多啫？咪三幾千蚊係嘛？屌你老母太撚閪啦！屌你老母閪，真係認巢啦！好啦，另外嗱呢一個就唔係咩新聞嚟嘅，不過我想講下，嗱呢一個咧就係咧，我認為啊呢間咧我介紹過嘅，佢係全香港九龍新界咧係咪最好我真係唔知道，未食過曬啊嘛。如果係 average 嚟講咧，應該都係肯定係 top five 嘅茶餐廳嚟㗎啦，喺近呢十幾廿年。點解咧？我之前介紹過嘅。佢無論個茶檔、啊廚房、粉麵檔、麵包，佢有自己出麵包喎，都係做得好好，係嘛？咁有兩間店嘅，咁就係咧啊，同我哋都好相熟噶，就係榮華茶餐廳啦。咁啊一間咧就係呢個啊福榮街啦，咁啊維記啊豬潤麵，再向住呢個尖沙咀方向行前少少，因為有啲排檔遮住佢嘅，所以有啲人唔係好識啦。一間咧就喺北河街嘅街市對面嘅。咁北河街街市咧，早兩三年啦，佢就應該冇做啦，可能疫情關係定點樣啦。OK， 咁啊我早幾日咧就收到阿趙老闆咧，即係以前佢哋記唔記得？我哋做係啊，佢咪成日攞啲嘢上嚟，即係我哋做勁科金曲嘅時候，咁啊就俾我啊 WhatsApp 我，就話佢哋鋪頭咧做到廿九唔做，原來咧我先知道，因為個 WhatsApp 咧除咗佢哋自己影相，影住佢哋鋪頭連嗰張紙之外咧，咁亦都其實喺各大媒體啊、Facebook 啊都有報導啊。因為咧，趙老闆咧做咗幾十年啦 ，OK， 淨係喺呢而家呢個元寶都做咗三十幾四十年。咁當然啦，我自己如果而家計翻三十幾歲年前，呢個百幾年嗰幾年啫嘛，好耐咩？百幾年做好巴閉咩？但係其實係好耐嘅，因為你話喂你去，如果你話要去到屌你
一百年老字號，我老細我唔會識啦，因為死撚咗啊嘛，即係識第二三代啫嗱。咁啊即係我覺得大家如果即係可能好多網友未識佢啦，如果咧仲有機會咧即係識得佢啦。啊，福榮街我諗識啩，搭深水埗落車咯，即係搭地鐵係嘛？咁啊，福榮街咧就係文記車仔面嗰條街啦。好多批發玩具啦，維基豬潤面嗰條街啦，大家記住向尖沙咀方向行嘅左手邊都係排檔遮住佢嘅，可以去試下，因為我以前未識阿趙老闆之前咧，我都成日喺嗰度攞貨嘅時候，我都有去食嘢嘅。咁佢咧，我就認為佢即係譬如你話黑白大廚，佢哋如果有機會咧，阿白總員啊過開嚟周圍揾嘢食咧。可惜啦，做埋呢幾日佢唔做啦。喂，呢一檔嘢就真係可以代表香港，因為咧佢真係精益求精嘅喎。我又嗰陣時我去，自從佢真係成日嚟招呼我哋啊，當然我又俾翻錢佢，係咁啲象徵式收啦，都係啊，真係佢係面檔啊，炒粉面啊，係樣樣都得嘅喎。淨係自己出麵包啊，我都覺得非常困難啦、啊。即、就、係、是、因為你請個麵包師傅，喂又一份人工嘅喎，點都兩萬零蚊啩，係嘛？咁但係咧，自己出麵包就除咗有即係啲街坊可以買麵包做早餐之外咧，咁你整日啊，你個茶餐廳其實都可以有吸引到炸客嘅喎。喂，出爐菠蘿包，整個菠蘿油咁飲杯咖啡，熱奶茶咁，你又係另外一件事嚟嘅喎。新鮮整出嚟唔同啊，一食真係好食好多。新鮮整出嚟同你叮翻熱佢係兩件事嚟嘅。唔好你唔叮就更加唔好講添啦。啊，有陣時我覺得唔叮你好過你叮喎。叮到硬骨骨咁樣嘅時就 OK， 咁大家真係可以去幫襯下，哇！佢嗰個魚蛋面啊，我食真係個魚蛋，佢哋自己打嘅魚蛋 ，OK， 真係冇得頂嘅，有發菜又好食，哇！好正，個辣椒又好正，係啊，所以我認為佢係，喂，我講講下，今晚我就落去 ，OK， 之後不過佢好似好早收啊，嗱，我睇張相，嗱，承蒙親愛街坊好友鼎力支持三十數載，光陰任咩任衰啊！年紀漸長，其實趙老闆都開始是年紀大的，故作痴緝仲決定本店將營業至2024年10月29號 ，OK， 任染啊 ，OK， 結業，感謝惠顧。嗱，呢一間咧就係喺呢一個福榮街嗰度嘅，咁大家可以去試下，真係 OK 嘅啊，休息一陣。